而且这个衣服非常的看起来很大，明显于这个花费就是一个蛮低消的一个消费。他在门店过程中跟店员跟其他的客人沟通都是很正常的，这些东西他都没带回家，全部留在那里，这些东西都是纸质包装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他只要拆外包装以后，可能最少要跌到60%以下。